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乔林日志。今天带大家来 Havelock Two， 在新加坡，如果想吃台湾食物的话呢，今天介绍大家来这家餐厅，叫做大口吃，这栋位于 Chinatown 跟 Cracky MRT 附近。那我们之前呢也在这边介绍过一家素食餐厅，叫做 Jimmy's，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？那今天呢，我们跟朋友一行人，大概5个人，那我们来这间 Havelock Two。那主要是因为想吃就是台湾的美食，那还有就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比较不一样的是甜不辣。台湾的甜不辣就是有点像新加坡的鱼饼，那这一间也有。那我们现在就safe entry 就进去吧。那它餐厅呢在 basement 1，跟我们之前介绍那间 Jimmy 的素食餐厅一样，都在 basement 1。那它其实很好找，就是你进来大厅之后，它会有一个下楼的手扶梯。你下楼之后，在你的左手边你就看到大口吃，那右手边就是我们上次介绍的 Jimmy。对，那我们这就带大家走吧 ，Let's go， 一起吃。好，首先先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菜单，因为我们来的时间已经他们快打烊了，就我们在他快打烊的前一个小时才来，然后所以他很多便当类的都没有。那我们今天主要都点炸物，像这个炸盐酥鸡，还有甜不辣跟炸四季豆，然后再就是卤肉饭跟鸡肉饭的 mix。甜不辣，你们去哪里进货啊？我们甜不辣去哪里进货？还是自己做的？不知道，还是我伙伴。哦，他自己做的吗？不是自己做的。进货的。进货的。台湾吗？台湾进货过来。我们进货的货都是从台湾进。好厉害哦！来甜点啦！现在新加坡的麦当劳有新推出的双麒麟哦，它是用麻六甲制作的糖做的双麒麟，非常的特别，大家可以来试试看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